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欣。那么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 SE3 无锁644。然后这些644呢，反正基本上都是黑色、红色、白色各两个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机器的一些机况啊、哦。来，这个64417系统，然后充电只有21次，100效率。来看这个橙色边框屏幕，橙色的话亮机啊，开这个。17系统，然后充电46次，这个显示101是因为它电脑读取的，因为它是电池那个比较完美，然后就读了101。这个后盖是有点磨损的，我记得，对，这里，来，就是光看一下这里，后盖是有点磨损。然后看一下屏，屏幕的话还好，屏还有点暗花这里。然后看边框 ，OK， 比较，没什么磕碰，有一点点，这里是掉漆还是磕碰来着？看一下，擦一下看一下，好像是一点点磕碰这里。来看这个，100效率，充电27次，然后这个是17系统。后盖完美，然后边框也比较完美，屏幕的话也比较亮，这个比较亮 ，OK。然后看红色这些，100效率，然后充电只有一次，这个机器充电只有一次，它读到102效率，16系统，然后充电101次，101效率，17系统，103的效率，这个读到17次，这个16.4系统，然后这些都是亮机100效率的。然后看这边，16系统的100效率。它读101，这个100效率41次，然后16系统，这边是16.6系统的，然后这个也是那个16.6系统，不过这个97效率。然后呢，白色这边呢有94的，然后这边还有黑色93的，然后这边有个88效率，这个就最便宜的，到时候搞特价出去这个。然后看一下，这些都是低系统的，就是16系统的可以装巨模，可以玩起来的可玩性比较高。然后这一排呢基本上都是17系统，电池比较高，橙色的话可以看都是挺亮的。来拿这个看一下，边框没什么磕碰，来屏幕比较亮，看到没有，对这个光线，看这个暗花都比较少，这个后盖也比较亮。白色这个就更不用说了，白色来货就比较少，对吧？白色因为它有磕碰它也不明显，所以说来看一下黑色这些框都是磕碰都很少，基本上没有。然后屏也是亮的，这个还是有划痕吗？这个也是亮的，有一点暗花，有一点点暗花，这个是在一个光线的对照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来，看到没有，这里是有一点暗花这里。然后边框的话也是完美的，看这个边框也是完美，然后呢屏幕的话也是这里这个位置有点暗化这里 OK。 然后呢这些机器它都是无锁64的，我们拿一个看一下，拿一个这个随便拿一个看一下吧，拿17系统的，无信用卡限制，插卡即用的，这个是插卡直接可以使用，然后全网通 5G 没有任何限制的。这个机器它还有一个配置锁，也就是一个企业的监管锁，因为它这个是美版的，美版的机器对吧，它这个监管锁呢就我们通过电脑跳过之后呢它是不会锁机的，它不会像那个国行的那个监管锁一样会去可以远程控制给你锁掉，像是美版的监管锁它是不会锁机的，就是可以跳过之后跟正常是没有什么区别，就可以一直用的。然后这些机器我是全部都拿回来跳过，然后给你们测好了，都是有测，然后这些机都是有测过的。然后呢这些机器反正像这种电池100的咱们是出一个1199，然后电池低一点的呢像这些97、94、93的这个呢就便宜一个白色就没得便宜，也是一个价，然后这两个呢反正就便宜30块钱，好吧，便宜30块钱这两个，因为是电池，这个玩意电池很便宜。然后这个特价的呢咱们就出一个福利价吧，这个88效率，然后呢因为是白色，然后咱们就福利一下，这个机器咱们就直接秒1099，好吧，就这一个白色就秒1099，然后剩下这些呢都是一个1199，然后充电次数反正都有写，电池效率都是基本上都100，然后就几个90几的就便宜点，100的就是那个1199。然后这些呢你们要挑系统的就得那个快一点，因为这只有三个16系统的，其他都是17的，17的话反正也不影响使用，这有一个这还有两个16的，16的就是可以装巨模，你们有这个需求可以去挑一下16系统的，然后其他的也没啥，反正先到的就先挑好吧。机器的话就这么一些目前，然后还有一个128的，128的还在那个刷机没有展示出来，反正机器的话就这些 SE3。反正有需求的可以看一下我主页详细的一个联系方式，就是要挑机器的，然后咱们交易的话都是在一个小黄鱼平台，懂的都懂 OK。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。